Mr. Hu Jiaqi is not only an entrepreneur, but also a famous anthropologist. Mr. Hu Jiaqi has been working on human problems for nearly 40 years. He has achieved far-sighted results in his research, and the results are strong warnings. He has not only regarded his research as a career, but also as his responsibility as a human. The topic of Mr. Hu Jiaqi's speech is the greatest crisis of humanity. Let's greet him with warm applause.我们人类是一个理性的物种，又是一个感性的物种。经常感性超越理性。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得失，而一个物种的特性则决定了这个物种的命运。我们人性贪婪、自私、短视的弱点，导致我们常常判断失误。 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，也许并不正确，甚至普遍认为正确的东西，也许刚好是错误的，而有些错误，则有可能彻底毁灭我们人类。1979年，我上大学不久，就接触到了一个相对论的公式。 E等于mc平方，这是狭义相对论的质量等式。根据这个公式呢，一颗物质中间含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 TNT 炸药当量。一颗物质多大？一个花生米那么重。2万吨 TNT 炸药可以毁灭一座城市。 广岛和长崎爆炸的那个原子弹，威力也就只不过是这么大。之后不久呢，我又了解到，前苏联曾经爆炸过一颗氢弹，这个氢弹的威力是5600万吨 TNT 炸药当量。其实呢，当时苏联不是想搞这么大的氢弹。 是想搞一颗1亿吨的氢弹，不论是从理论上，还是从技术上，都能够生产这么大的氢弹，甚至比这大得多的氢弹都能够生产。这就说明了，一个炸弹的威力，它能够相当于一列绕地球一圈的火车所拉的烈性炸药的爆发总量。 我就想，科学技术太厉害了，要这么发展下去，会不会哪一天把我们人类给灭绝了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于是呢，我就翻资料，去研究它。很快，一个概念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形成了。 人类真正投入热情发展科学技术，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。18世纪中叶，200多年时间，人类就把科学技术从一个很低的层级发展到了这么高的高度。我的直观感觉都告诉我，科学技术能够灭绝人类。 那么，作为一个17岁的年轻人，这种直观感觉成不成立？如果要是科学技术灭绝人类，是千年万年后，也不需要我们去操心，那是我们后代应该解决的问题。如果科学技术灭绝人类，就在前方不远呢？
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加重要？还有什么危机比这个危机更值得让人担忧呢？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？如果会发生的话，我们能不能解决它？怎么解决它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去研究它。我想一个人呢，一生难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当时就决定了，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，然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。这一研究就将近40年。随着我研究的不断深入啊，我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。今天我早已经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事业，而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责任，人类一份子的责任。现在看来啊，核武器灭绝不了人类，这在科学界有定论。爆发核大战，全世界所有的核武器都爆炸，它会毁灭几十亿人，会导致核冬天，就是把地壳物质砸到天上去，把太阳光挡住。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会生存下来，我们人类还有重新再开始的机会。现在有比核武器更厉害的东西，比如生物工程。生物工程它能够对基因进行重新编辑重组，它可以让老鼠长得比猫还大，看你老鼠怕猫还是猫怕老鼠。它可以让牛长出6条腿，但是它也可以对生物武器的生物毒素进行基因重组，也就是那些病毒啊细菌，对它进行基因重组，使它能够呢有针对性的攻击人类的致命器官。它想让你烂心就烂心，想让你浪费就浪费，想攻击哪个民族就攻击哪个民族，想攻击哪个人种就攻击哪个人种。从理论上能做到这个，这是传播超级瘟疫。还有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呢，今天已经呢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公司也有人工智能呢，我们公司的人工智能呢，主要是用于互联网的产品筛选呐、价格筛选呐，还有智能推荐。前不久，我到阿里巴巴去学习了3天时间。阿里巴巴呢，正在搞个地缩计划，也是人工智能。他把这个地缩计划搞了以后，就和线下的有门店的这些企业搞合作，搞新零售。地缩计划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一走进他的这个商店，他就知道你是谁，你的收入怎么样，家庭情况怎么样，然后呢跟你推荐产品。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很神秘，但是一点破呢也没有那么神秘。像平时我们拿着手机坐火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能够收到一条欢迎短信。为什么能够收到这个欢迎短信呢？因为基站探测到了你的手机。地缩计划的原理跟这差不多，你一走进他的商店，他就知道你的手机号码了。他一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呢，什么都知道了。因为你也许用过他的支付宝，也许用过他的淘宝，也许用过他的天猫，都
所以他就知道你的职业，你的收入情况。你可能前不久才他的网站上买过一个六个月的小孩吃的奶粉，他就估计你们家里可能有个六个月的小孩，他就跟你推荐药布啊，跟你推荐童装啊。你也许呢，前不久买过瓷砖，他就估计你们家里可能在搞装修，就跟你推荐壁纸啊，推荐乳胶漆啊。 所以科学技术这个东西啊，难的不会，会的不难，一点就破。像谷歌啊、百度啊，像这样一些企业，它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强项，就是无人驾驶汽车。你说汽车不需要人驾驶多难呢？但是一点破也没那么难。 无非就是基于图像识别技术，比如我能够判断你前面是人、是车还是石头还是树，还有语音识别技术，比如我听到的声音是人的声音，是牛的声音还是汽车的声音，然后 GPS 导航，再用程序。 控制这个车的行为，什么时候走快一点，什么时候走慢一点，走什么路线，到什么地方，不需要人驾驶。那么把这么多技术集成起来，生产一个杀戮人类的机器就不难了。现在公开报道，不论是美国、俄罗斯，都在研制机器人战士。 我相信呢，其他的大国呢，也应该在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。机器人战士无非就是先判断前面是敌人还是朋友，图像识别技术判断也行，语音识别技术判断也行，然后用程序来控制行为。如果你是敌人，我打了一枪；如果你是朋友，我躲开你。 开始的机器人战士啊，也许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呢，它会迅速的迭代升级，会把各种最先进的东西都集成到它身上去，最后呢，把它变成一个千里眼，变成一个顺风耳，上可飞天，下可入地，还可以入海。 用的武器则越来越先进，开始可能是枪，后面是炮，后面是激光，还有好多我们今天不知道的东西。而它的反应速度极快，我们人类无法跟它比。你看现在的计算机，现在的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能够达到每秒好多亿亿次。你说我们人类能够运算每秒几次啊？ 所以我们无法跟他比，他比我们反应速度太快了。像这样的机器人战士，如果要是程序失控，见人就杀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机器人战士，他还不是很厉害的机器人。如果机器人具备了我们人类的这种思维方式， 那就要比它要厉害的多得多。我们现在的计算机以及相应的机器人呢，它只能够处理逻辑思维方面的问题。关于人类的思维呢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，有把它分成形象思维的和逻辑思维的。 也有把逻辑思维就叫做抽象思维的。还有一种分类方法呢，我认为比较适合说明我下面的问题，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思维啊，分成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。
逻辑思维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，它是处理呢记忆、运算、判断和推理这个方面的事。抽象思维它是处理呢联想、综合概括、提炼这个方面的事，它也许运算没有那么准确，但是反应速度很快，效率很高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呢，既会用到逻辑思维，也会用到抽象思维。比如我们出去买菜，一斤白菜多少钱？我买了几斤，应该是多少钱？这是逻辑思维。像我们平时下棋，比如下象棋，它多半呢都使用的是抽象思维，逻辑思维就用的少一些。管你三七二十一，我这一炮就把你马打死。我估计这一下下去了，我也就快赢了。他没有经过严密的运算，他是种经验的概括与总结，他忽略了细节，简化了程序，就是这么一家伙。如果计算机以及相应的机器人，它既具备了我们人类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，又具备了抽象思维能力，再赋予它自我学习的能力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你看我们一个小孩出生以后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会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。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演讲，这是呢我50多年知识与经验积累的结果。而一个机器人，它要是具备了我们人类的思维能力，又具备了自我学习的能力，它就会迅速的学习。我们50多年学习的经验，它可能一个小时就学完了。所以呢，被认为人工智能之父的雨果·德加里斯啊，他就把我们人类和这个智能机器人有个比较。他说我们人类和这个智能机器人比起来啊，连蚂蚁都不如。我们的反应速度就像岩石风化速度那么慢。你说岩石风化有多慢呢？100年才风化一点点。你说我们怎么搞得过它呢？如果像这样的机器人，它再一产生联想，说人类这么愚蠢的东西，它怎么能够指挥我呢？我收拾它。你说这个时候我就把它给毁灭。你把它毁灭，你还没有想到把它毁灭，它就已经把你毁灭了，因为它比你聪明的太多太多。你说我跟他正面搞不行，我跟他玩阴的，我从背后偷袭他。你跟他玩阴的，他比你还阴一些。你还没有从背后偷袭他，他早就从背后偷袭你了。你说我搞不过他，我就跑。你跑到哪儿去啊？你说我跑到月亮上去。你还没有到月亮上，他就追杀你了，因为他比你聪明的太多太多。当然我举的这一系列的例子啊，我都不是这个方面的权威专家，可是我就清楚地知道这么一个事实。你说100-200年前说什么技术能够灭绝人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想都不会往那个方面想，因为那个时候科学技术成绩很低啊。人类真正第一次担心某项技术会灭绝我们人类，就是在原子弹研制的时候，美国的曼哈顿工程。当时参与研制的这帮科学家呢，就担心原子弹爆炸会点燃大气。它点燃大气，它不是化学燃烧，它是核燃烧啊。你说大气点燃了，那还有我们人类呢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担心？就是因为原子弹爆炸中心部位的温度
会超过上千万度，我们过去化学燃烧，你说几千度那就高得不得了了，它能融化钢铁。对于那个上千万度的高温呢，这帮科学家没有那个概念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但是呢，当时二次世纪大战非常惨烈。 需要一种新的武器，加上呢，探索未知的领域，这种好奇心呢，是科学家天生的本能。所以这帮科学家呢，也想搞这个东西。原子弹研制了，爆炸了，大气没有点燃，后面又研制氢弹。 氢弹是原子弹点燃的，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。它的中心部位的温度可以达到上亿度以上，又有这个担心，又搞了。氢弹也没有点燃大气。2000年，美国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。 建设一个叫相对论重粒子对撞机的装置，当时就有科学家就撞搞这个项目，说这个项目不能搞。为什么不能搞呢？他就担心粒子的高速碰撞会撞出一个微黑洞，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黑洞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危险粒子。如果它能够撞出一个稳定的微黑洞， 它就会把地球吸进去，变成一个还没有乒乓球那么大的黑洞。那个主张搞这个项目的人就说呢：“你的担忧太多了，黑洞可以蒸发。”他说的是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史蒂芬霍金呢有个黑洞蒸发理论。 他说：“黑洞的强大的引力啊，可以导致周边的真空极化，从而导致黑洞蒸发。越小的黑洞蒸发的越快。一个粒子那么重的黑洞啊，才撞出来的一瞬间，它就蒸发了。”那个反对搞这个事情的科学家就说呢：“但虽然有这么个理论。” 但是霍金的黑洞蒸发理论是一个没有被验证的理论呢，它只是从推导出来的，而我们的赌注太大了，我们是拿全人类的命运作为赌注压在上面了。这个事情还是搞了，地球没有被吸进去。2008年，欧洲的强子对撞机正在建设。 这个强子对撞机比那个相对论重粒子对撞机厉害得多了，它的功力要大得多得多。又有人撞搞这个项目，说这个事儿搞不得，这个事情还是搞了。当然，地球还是没有被吸进去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我说世界真是疯了。我说一件什么事情就是那么的重要。 一定要用全人类的命运作为赌注压它呢？离开了人类的生存，其他的一切价值还是价值吗？常在河边走，总是会失血；黑路走多了，一定会遇到鬼。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就那么难理解吗？ 你们说这和俄玩俄罗斯的轮盘赌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就是一直一直的在往前试，我们一定要试出一个人类的灭绝事情才甘心呢。现在还在往前试呢，而且试的内容越来越多，因为的科学成绩更高了，有可能灭绝人类的东西更多了。 比如现在就有很多科学家担心呢，纳米技术会灭绝人类。
他担心的纳米技术研制出来的纳米机器人有可能灭绝人类。纳米机器人是什么东西呢？纳米机器人呢，就是分子那么大小的机器人。这个机器人他只干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是搬运工，他搬运分子啊、原子那么大小的东西。 如果他把碳原子按照金刚石的晶格结构组合起来，钻石就不贵了。他随便就可以生产出钻石来。如果把它放到人的身体里面，它可以有针对性的杀死癌细胞，又会把那个好的细胞又搬到那个地方装起来。它还可以帮我们清理血管呢。 帮我们把肾结石的这个结石给拆散，它可以把草地变为面包，因为都是碳氢氧嘛。所以它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。但是一个纳米机器人，让它工作效率太低了。你说我这个纳米机器人非常勤奋，我拼命的干活，我一天能够搬 100万个原子，这100万个原子也看不见，只能显微镜看见。所以呢，纳米机器人呢，它必须得干两件事。它的第一件事呢，首先呢，它要自己复制自己，因为纳米机器人也就不过分子那么大嘛。它把原子组合起来，就可以组合成个纳米机器人。 那么呢，一个纳米机器人，它复制10个自己，10个复制100个，100个复制1000个，那么1亿万万个纳米机器人很快就出来了。再用这么多纳米机器人，让它工作效率就高了。但是一个问题就出来了，它不停止复制怎么办呢？它要不停止复制，它就会把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变成纳米机器人。 他再不停止复制，就把整个地球生物圈的所有的生物变成个面包。他甚至可以把整个地球变成纳米机器人。但是呢，有科学家说啊，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设计程序，让这个纳米机器人复制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停止复制。但是程序出了毛病怎么办？ 有一个坏的科学家怎么办呢？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警示说这个事情搞不得。比如，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尔·乔伊就说：“这个事情不能干，纳米机器人的无限复制会彻底毁灭我们人类。”但是这个事情还在干，而且还是个热门科学。 另外还有人担心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担心生物工程，它研制出来的基因毒素会传播超级瘟疫。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担心的还不只是它传播超级瘟疫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担心呢。你看我们核武器。 它需要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能生产得出来，但是基因生物毒素，一个高水平的科学家，他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独立获得。一个国家的行为还好控制一点，人类个体的行为是很难控制的，有那个干极端坏事的人。相对而言啊。 目前，更多的人担心的呢，是人工智能会灭绝人类。这个事情有个起因。2016年，谷歌公司生产了一台计算机叫阿尔法狗，它跟韩国的围棋冠军李世石下围棋，把那个围棋冠军给打败了。这个事情轰动了全世界。
我刚才说了，我们目前的计算机以及相应的机器人，它只能够解决逻辑思维方面的问题，而计算机下象棋问题不大。你一下一步，我计算机该怎么下？我把各种变化算一遍，找到一个最合理的点下下去。但是围棋不行，因为围棋的变化太多了。 它的变化比整个宇宙的原子还要多。你下一步以后，我这个机器人该怎么下？我算不出来，因为变化太多了，算量太大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被谷歌的编程人员用了一个并不难理解的方法把它解决了。它是怎么解决的呢？ 你下一步以后，我计算机就是我这个机器人，我怎么下呢？我不把它下完，每一种变化我都不把它下完，因为下完变化太多了。我只下100步，这是个比喻啊，它可能不是100步，也许是80步或者70步。下100步以后，我把各种变化算一遍，我选择那个呢相对啊。 优势大的那个点落子，然后下到倒数第100步的时候，它就很准确了，就100%的该那么下。所以这么一个看似只能用抽象思维解决的问题，让一个逻辑思维的机器人解决了，当时轰动了世界。就很多科学家担心呢，它会危及到我们人类。 当时霍金就说啊，人工智能呢，早晚会自我意识觉醒。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想控制它，就难了。所以当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霍金提出来的三个和我一样的观点》。这篇文章呢，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，同时呢，又作为了我们《拯救人类》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《拯救人类》这本书的英文版。 它的前沿。概括我刚才说的这些例子，就能得出三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，科学技术有灭绝人类的能力，就在前方不远。第二个结论，就是我们人类啊，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判断科学技术的安全性。 就刚才说了，同样技术你说不能干，他说能干，都是顶级科学家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因为科学技术它有不可确定性。我是从农村来的，小时候啊，我们农村用 DDT 农药，DDT 农药的发明者叫缪勒，缪勒还得了诺贝尔奖。 结果用起来以后，发现它有很多问题，现在就不能用了。还有氟利昂，我们用氟利昂的时候也认为氟利昂非常好，但是使用以后发现，氟利昂导致了臭氧层的破坏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用的氟利昂是不带氯的，是安全的。 地球的臭氧层是地球生物的一套重要屏障，是地球几十亿年原始脱荒的结果。几十亿年形成的这么一个臭氧层，让我们人类几十年就给破坏了。再想迷惑它就难了。在我看来啊。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。牛顿和爱因斯坦在科学研究上都犯过大的错误。牛顿就赞成光的粒子说，也叫微粒说，反对光的波动说。今天看来，光有波粒二象性。犹如这是牛顿的观点。
非常权威，谁都认为他是对的，从而阻碍了光球发展一百年。爱因斯坦就反对不确定性原理，他说上帝不会掷骰子。后面看来爱因斯坦就是错误的，不确定性原理今天是量子力学的基石。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科学家，他都犯这么大的错误，况且我们一般的科学家呢？所以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能够灭绝人类的成绩之后，我们在进行安全性筛选的时候，只要漏掉一项有可能灭绝人类的技术，那就是我们人类的末日。第三个，我们人类不能够理性地使用好科学技术，这是个基本事实。核能发现以后，第一个就是制造武器，而不是让它造福人类。任何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你只要是发现以后，第一个就是用于杀戮的工具，而不是让它造福人类。现在的科学技术，一些很高端的东西，越来越倾向于个人也能获得，一个企业也能获得。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能够灭绝人类的成绩之后，只要是一个获得了灭绝手段的国家、企业或者是个人，他只有使用一次，那就能够把我们送到灭绝的深渊。所以归纳这三点，就得出来了我的第一个观点。我这么多年呢，从事人类问题研究，有几个大的观点，一系列小的观点。我第一个大的观点，也是被我认为最容易接受的一个观点，但是也很少有人接受这个观点，就是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必定很快灭绝人类，长则两三百年，短则就在本世纪，而且我更多的是倾向后者。这个结论得出来了以后呢，我就到处推广我的这个观点，因为我认为它非常重要。我们人类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，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就是灭绝的危机。我们人类需要拯救，谁能够拯救我们人类呢？拯救我们人类只能靠我们人类自己。我认为在拯救人类的事业中间，最能够发挥作用的是大国领导人。所以2007年呢，我的第一部专著《拯救人类》艺术出版，这是我用了28年时间写出来的东西。我借此机会就写了一封致人类领袖的公开信，写给中国国家主席啊、美国总统啊、俄罗斯总统啊等等。我把这封信呢，又作为了我《拯救人类》这本书中文版的前言。我之后呢，又几次跟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写信，我还跟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写信，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写信，我后面又出版过几本书，我的文章发表在刊物上，也放在网上，而且多半我都是用中英两种文字放的，就是用中英两种文字都放在网上。我一抓住机会，我就推广我的观点，因为我认为它非常重要。我到各个大学演讲，到各个研究机构演讲，我是政协委员，我很多政协委员朋友，我跟他们也讲。我搞企业，有很多企业家朋友，我跟这些企业家朋友也讲。我有很多科学家朋友、作家朋友，我跟他们也讲，就希望能够影响他们，让尽可能多的人去接受我的观点。应该说呢，这么多年呢，收效不大，很长一段时间
别人都觉得你这个观点太可笑了吧。近几年好一些，这是呢，因为近几年呢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，使得一些人隐隐约约担心科学技术有可能灭绝人类。2013年，有一天一早晨，我把手机打开，收到一条短信，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发过来的短信。这个朋友呢，是中国建材规划研究院的副院长，他说：“胡佳琪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国际权威研究机构啊，他得出来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研究结论，他的举证都跟你一样。所谓举证呢，就是他举的例子都和我公开出版的书或者文章上面举的例子一样。他说你赶快上网看一看。”我就赶快上网查，他说的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集中了一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家、哲学家和人类学家，有项研究，这个研究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呢？人类最早会在下个世纪被灭绝，灭绝人类的罪魁祸首就是科学技术。核武器灭绝不了人类，有可能灭绝人类的有纳米技术、生物工程、人工智能，或者是呢未来的某项技术。我看到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呢，我非常激动。我想有这么一个权威的研究机构，有这么一项带有警示性的研究结论，应该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。我当时做了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我又跟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，叫第三次自人类领袖公开信。第二个呢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做终于有了知音。第三个呢，我跟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院长叫做尼克波斯特勒姆，我跟他写了封信，希望跟他能够合作。非常遗憾的是，这么一个带有警示性的权威性的研究结果，它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引起了关注，很快就被淹没了。由此我就想到比尔盖茨说的一句话，比尔盖茨在接受网络提问的时候就说啊，人工智能再发展几十年，都可以危及到我们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不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。我刚才说了，一项科学技术研究，你说它不能搞，说它不安全，你再怎么呼吁，再怎么警示，你甚至呢用法律诉讼的手段也没有用。包括那些世界顶级的科学家，他的呼吁和警示声音都非常微弱，很快就被淹没。而你说好啊，就是应该搞啊，即刻就可以获得一片鲜花和掌声。我们中国啊，有个人工智能搞得很好的企业，他的 CEO 才接受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提问的时候就说，他说我是一个乐观派，人工智能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灭绝不了人类。这也是乐观派吗？在我们这一代灭绝不了人类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？我们的再下一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是说呢，全社会都是处在一种发展麻木的状态。发展麻木就是危机麻木。滔天巨浪到来之前，海面常常非常平静，但是暗流却在海底涌动。当什么科学技术研究都理所当然的去实施，当什么科学成果都理所当然的去肯定，
当什么科学技术产品都理所当然的使用的时候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说不定就在前方不远。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我们的未来，并最终决定着我们的结局。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么的高的高度以后，还意味着向前向前向前再向前一步，就一定会踩到那个地雷，那是一个灭绝人类的地雷。当我们踏上它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无法回头，那是我们的第一次，也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。谢谢大家。